欢迎收睇麻奶犀利啊！呢、这个万年新春特别节目，唔讲你唔知，呢、这个万年认真犀利。除咗例牌嘅吉星、凶星、是非星之外，仲多咗屋架星、石油星、电水费星，再加埋好少见嘅乜都星同乱禁星，就形成咗呢个千载难逢嘅一个大马年啦。今期节目，我哋好荣幸嘅邀请到三位德高望重嘅高人嚟同我哋分享下佢哋对呢一个大马年嘅运程。首先要介绍嘅系最识睇风向同睇人面色、类传发达嘅魏公公。哎，唔好意思，应该叫魏哥哥正啱。叫我魏哥得噶啦，一句啫。我哋亦邀请到对宝石、时装同风水摆设都极有心得嘅吉夫人，仲有对感情、家居同旅行嘅风水都极有学问同研究嘅炎炎师傅啦。无官一身轻啊！嗱，我哋知道百姓个个都话钱不够用，唔知各位大师有咩高见呢？不过哈，我们的国家其实是非常好的。不过呢，这个赚钱嘛，养家实在是 not easy。所以我们这些做人家太太的，我们就要急嘛。你的老公给你100块钱去巴萨买菜，你呢就用30块钱来买菜。另外的70块钱呢，你就挤满在你的口袋。哎，所以说哈，这个挤满挤满，那么那么家的，是的咯。Creative skit， 家的 diamond， 这个风水说哈 ，diamond 哦，你戴多多就提升你这个。财运，你的卡啦越大，你的财运就越顺咯。嗱，如果我去旅游要去边，同时要注意啲乜嘢咧？这个一定要听我讲，一个大马旅游吗？我们要去哪里？当然是来大马啦，你知道吗？他刚刚当选了全世界最危险的国家 No.6， 而且哦，还是整个亚洲唯一一个入选的国家呢。今年出门历南北。要旅游一定要向不同的大道，尤其是南北大道拜拜。你放下过路钱，他就保你出门一路顺风。要不然你们可以去那个马六甲的机场街看看一下啦，不过要快啦，很快就没有了。阿布德呢，你们也可以去那个东马沙巴看一看，那边有海盗啊，又有绑架，还有这个机关枪很刺激的。啊，不然呢，哦，也可以去那个佐贺看看那个壁画，那个转角遇见 Mr. Blumba， that one nice， that one nice。没有了，没有了。所以嘛，讲啊，要早点去嘛，你看这样多可惜，多可惜。那家阵嘅治安咁唔好，相信我哋啲观众朋友都有兴趣知道点样可以保出入平安呢？喂。啊。今年就忌出街，所以无时无刻咧就冇客人出街啦。如果真系出街嘅话咧，千祈就唔好着得太过干净不些。至于颜色方面咧，着多啲红色，就唔好着黄衫啊、黄裤，因为凡系同黄色有关嘅嘢咧，都会惹上官非，严重嘅话仲有血光之灾。你们哦，今年真的很 lucky 咯。开店做生意的朋友，我私人介绍你们一个镇宅保平安的吉祥物，就是铁架门一个了。有了这个铁架门哦，我跟你们讲，你们不用担心什么阿龙啊、飞仔啊、粉龙吧，通通都没问题啊。哎呦，
Ladies 们，你们一定一定要去买这个名牌包包。这个名牌包包越名牌越贵，越大只就越好了。如果拿起这个珐琅刀，这样走下去的时候，你的名牌包包真皮来的吗？可以救你一命哦。所以说，我喜欢买很多的名牌包包，就是因为我要来防身。我错怪你了。It's okay。嗱，屋企啲细路要聪明，要读书成绩好，有乜嘢提点啊？今年可有文昌星嘅当王，有一个大马年嘅照住嘅关系。有读书的朋友就有福气了，不用理什么华教、大米俄文教。沙杜马来西亚，沙杜巴士。但是听讲我们的教育水平，尤其啲大学咧，同往年比较起嚟，系好明显的下降。我跟你们讲哈，马来西亚的大学都不知道有多好。你看哦，我们的马大这块腹地，每一个学生都高大威猛又 fit， 而且啊，名字就有人你叫啦，牛高。马大吗？还有哦，我们的学校哦，在全世界排名第167，这叫什么？这叫什么？这叫 Malaysia Boy。呢个女士啊，如果啲细路好顽皮又唔听教嘅话，嗬，你哋有咩好嘅 tips 啊？嗯，这个我来。这个小朋友嘛，如果他们很加黑了哈，那等一下又要上街了，等一下又要你堵路呢。不要紧，因为呢这种事情只有5年才会发作一次的。那等他发作的时候呢，你给他一点糖果吃，他吃了甜甜的，他就点点咯。啊，如果呢他还不点点呢，这个更 easy 咯。我们就去这个江南咯，找这个江南嫂回来，那就 set 了咯。也可以念这个咒语给他一个下马威。要稳定不要乱，要稳定不要乱，要稳定不要乱。掂啦！商场上打工或者系做老细嘅朋友，喺今年喺投资或者钱财方面有咩需要注意嘅咧？哈，这个问题非常好，你们要听我讲。今年要投资的朋友呢，就不要投资在那些 log 的地产。我算过来了，今年的忌星呢就在那个西北方，你们可以去那个纽约的 Manhattan 看一看。那边的房子哦，风水 good and very cheap， 七间房的 apartment 啊，只是卖1亿而已，平到笑啦！啊，我都买了几间给个衰仔啊 ！Good choice， 呢位观众喺呢个大马年入边，如果我哋想做啲买卖，但本钱又唔多，可以做啲乜嘢咧？冇本钱，你又想学你这种买卖啊？卖华，卖华，点样卖噶？要卖华就要入会，卖华工会违法衙门入咗会就可以做义务仔女。做义务仔女嗬，包你升官发财，不用做牛做马这样辛苦啦。本钱又低，又冇风险，又高回酬，不做卖华做什么呢？啊，这位观众，你有什么问题吗？关于单身又或者是结了婚的朋友，他们今年的感情运又如何呢？这个我来讲到这个感情嘛，我跟你讲，你一定要在你这个约会、你这个结婚的地方、你这个房间、你这个很显眼的地方，你把它放一只大大只的马。这个马呢，不要金马，也不要这个木马，这个马呢，一定要用这个螺丝锁的马。哦，螺丝马。这个螺丝嘛，锁了你感情就会好。你看我，我的老公多么的爱我，你就知道了。还要记得，还要穿美美的睡衣哈，还有要制造点浪漫的气场，还要再加上这个很美丽的衣服。各位，我哋嘅时间到啦，非常感谢我哋嘅嘉宾喺百忙之中抽时间出席今日嘅呢个节目。不要啦，你们要信。要稳定不要了，要稳定不要了，要稳定不要了，要稳定不要了。
在这新的一年里，我郭淑庆一定会更用心、更努力地为人民出声出力。所有的不民主、不公正、不透明，请你放马过来。我季夫人在这马年祝大家赚多多的马币。来，听我讲，打工的朋友呢，马上加薪，马上升职，还有马上发财，快的！开拖的朋友不要再走马看花，要快马加鞭来买天秤啦！在这马年里，祝大家马来赛呀！租 condo 的跟租 apartment 的露台方面呢，不要只是拿来晒衣服，拿来种菜呀、啊，种豆给就最娘了。阿姑说吧，阿姑打不红。真的？我老西马，祝贺你，在这个马人一马当先 ，one of the best。老人家。有如过江野马，力气大到可抵千军万马。同学们念书做功课，不会再马马虎虎。成绩